手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等一下，还没有到场的几位辩手。好的，可以听得见吗？可以，听得见，听得见。各位辩手、评委，早上好，欢迎来到2022年记事杯高中生政策辩比赛的初赛的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主席。本场比赛的辩题是：美国总统竞选应该设置经费上限，正方为改变现状方。反方为维持现状方，接下来是自我介绍环节，由正方先开始，有请。正方是香港培侨中学，他们的持方是美国总统竞选应该设置经费上限，请由正方一辩先开始自我介绍，谢谢。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哦，我的名字是叫陈良燕，来自培侨中学，谢谢。大家好，我是正方二辩，我叫张百涛，来自培侨中学，谢谢。大家好，我是正方三辩陈可静，来自培侨中学，谢谢。感谢。接下来有请反方美高联队做自我介绍，他们的持方是美国总统竞选不应该设置经费上限，有请。
请由反方一辩先开始，谢谢。大家好，我是反方一辩，我来自印第安泉中学，我叫王志远。大家好，我是反方二辩，我叫王润奇，我来自 Joy School。大家好，我是反方三辩，我叫高志涵，我来自于肯特中学。感谢。本次比赛采取修改后的奥瑞冈赛制，接下来将进行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正方一辩，您将有四分钟的申论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谢谢主席，我方认为应该对美国总统选举设置经费上限。选举经费分为直接资金和间接资金两种，其中间接资金主要为超级 PAC 为独立支出筹集的资金，527组织和 501C 组织筹集的资金这三项，而只有这些间接资金的组织可以无限制的募集资金，帮助候选人竞选。首先，从需求性而言，无经费上限的 Super PAC 会大大加剧金钱政治的情况，使政治沦为富人游戏，普通民众在政治议题上的声音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曾以2012年的大选为例，说明能够无限制的筹集竞选资金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使选举从为民众服务异化成为权贵服务。当年小额捐款的总数仅为 Super PAC 筹款的 60%， 而132位大额捐款者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超过 50%。 而在这种情况下，谁花的钱越多，谁的声音就越大，而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就被忽视，极少数的富人及财团最懂总统选举拥有了远远超过大多数平民的影响力。候选人为吸引这些大额捐款而制定政策时向捐款者倾斜，忽视了基层民众的意愿，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权益，加剧了平民与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更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接着，从根属性上而言，正是因为这些间接组织资金组织无限制的筹款制度的存在，使大量资金流入选举，使富人可透过金钱影响政治。例如超级行动政治委员会以强大的募捐实力在各个方面对选举产生影响，且由于这些组织筹集资金是无限制的，这便意味着富豪可以无限的投入钱去超级行动政治委员会，从而帮助自己的候选人赢得更多的竞选活动，从而加大候选人的宣传力度，并渐渐影响选举，帮助其成功当选，使自己获益。根据人民日报据统计，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各参选人目前所得筹款项中接近一半来自全美50个超级富豪家庭。据纽约时报统计，有87个人为此次大选捐款超过100万美元。可见100万美元在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项直接资金捐款中几千美元的数额限额。富人想为候选人捐出比限额数目更高的金钱，便可以绕过法律的限制，通过这种间接资金无限制的方式进行捐款。这便使大量的金钱流入选举，使富人和大企业可以通过这种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加剧了金钱政治的存在。这种无限制筹款制度正是造成金钱政治和政治不平等的原因，因此我方认为这些组织的捐款设置上限有根属性。而我方认为应对间接竞选资金中各委员会或组织的捐款设置上限并进行监管，可依据联邦竞选法过往条例，将个人或组织对于 Super PAC 在内的各类政治委员会的捐款限制在每两年不超过109,500美元。而联邦竞选委员会 FEC 会在每个选举周期根据生活成本和投票人口对投票人口人数对上限额度进行动态调整，比如说通货膨胀这种而 Super PAC 等各类组织亦需要向联邦竞选委员会披露捐款者信息以及资金支出的情况，并接受其监管。就此，从解决力而言，当对其设置捐款上限后，富人便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无限制的捐款，使其对自己的总统的选举力有了限制，富人无法再通过这种方式以大量金钱帮助自己对自己有联系或对自己有益的候选人扩大宣传力度以帮助其当选。富人和企业亦无法通过金钱扩大的自己的声音，或使普通民众的声音被削弱，无法再以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以及自己更多的权益，使选举成为一场真正公平公正的民主的选举，使美国民众能够选出大家心目中真正认可其理念其政策真正有能力的领导者，带领美国走向更好，避免了金钱政治和政治不平等的情况出现。好，我的申论完了，谢谢大家。时间到，感谢。接下来是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您将有三分钟的质询时间，有请，开口即计时。
好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请正方先重复一下他在申论最后的结尾部分提出的，他给出的方案吗？就是简单重复一下就好。好的，我方认为应对今年咨询，今年竞选咨询中各委员会对这种上线并监管，可以依据以前联邦的竞选法的各项条例，将所有的 super PAC 还有各类政治委员会的捐款限制在每2年内不超过19,500美元。然后如果不超过这个数额的话，你会带来什么影响？不超，如果这个数额的话，那么就是不能捐太多钱呢。他们不能捐太多钱的话，就是对整个媒体还有整个发声的这个影响力就会削弱啊。这样的话，穷人的发声的影响力就会上升的。OK，这样的话你支撑你这个观点，就是富人捐的钱更多，可以帮助选举。你的证据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捐钱捐的越多，就是选举可能赢的几率就越大，就是支持这个的证据是什么？我之前在应变稿已经说过了，就是132位大额捐款者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超过50%。这种情况下，谁花的钱越多，谁的声音就越大，而小额捐款的总数仅为 Super PAC 收款的60%。这个我在应变稿已经说过，谢谢。OK，但是我们。从现在来看，历往的每一届美国的总统选举，我们上一届总统选举，特朗普受到的捐款其实是小于拜登的。特朗普收到的钱应该是，而且我们可以继续再看，就是前一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的选举，当时的话，特朗普收到的钱还是小于希拉里。特朗普收到的钱是9400万美元，但是希拉里收到的钱是1.3亿美元。而我们可以看2020年在民主党内选举人的时候，Bloomberg 他花到了10亿美元，但是他还是在民主党内的选举输给了拜登，所以的话，我可以得出的话，得出呃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的话，其实捐的钱越多，并不代表你的选举就可以赢，所以对我这个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其实呢，这是一个权钱，这还是一个权钱交易的问题。我们不是说谁交的钱越多谁就能赢，我们是说捐钱多的富人对候选人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过大，就是因为穷人没有钱嘛，但是富人的钱过多没有上限的话，他对政策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从我刚刚的证据已经给出了，其实的话，你捐多，其实你即使富人有很多钱，你捐多钱其实没有特别大意义，主要还是看最后平民老百姓选民的意思好来的，决定选举的结果。时间到，感谢。接下来是反方一辩的申论环节，您将有4分钟的申论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我方认为，美国总统大选不应该有设置经费上限，因为首先现在金钱正在增值，无法用金钱去衡量这个对于大选的大影响。每年金钱都会有一个增值，并且还有可能发生特殊事件，比如战争等。你不能去找到一个最，你不能有说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最高值，并且你每年都需要根据这个经济的一个调整来调整最高值。其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切自由权利，包括政治和选举，这是美国最神圣的规矩。美国资本论以对于民主的保护，都不允许任何限制自由的事情发生。任何限制总统限额度上限的行为，其实都是反自由。在1971年、2010年和2014年，都会有过和这个有关的法案，但是并没有人在这个法庭上真正赢过，因为美国对自由选举的自由是无比的保护的。其次，所有对于大选的影响啊，其实是平等的，因为无论如何都会有人进行宣传，无论是自媒体及资本的宣传，还是官方媒体对于选举人的宣传，这并不影响最后投票结果，还是每个人一人一票，富人并不会因为多捐钱可以就可以他们都可以一人投10票，并且根据我跟跟个就像之前说过的，根据以往的这个经历。我们能看出来并不是给的钱越多就能赢。比如说彭博大选花了10亿，10亿还是输给拜登，他连他自己的岛都没有能够走出来。
事实证明是你如果花特别多的钱，并不一定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民众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自媒体其实有了很多之后比官方的媒体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你花过多的或者非常离谱的钱去支持你的选举，可能反而会引起不好的影响，因为群众并不会去对你有非常好的印象，群众可能会认为你反而是资本最大的代表。所以说我认为在自媒体上，我认为鉴于自媒体现在的发展其实并不影响，其实就是无论是哪种媒体的对其的宣传都是一样的。最后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去完全进行倒退。如果的话真的设置选举上线，那么无论如何都会有这样一个宣传。如果你设计选举上线，那你怎么设置上线？你上线无论你怎么压，你都可以说有其他的给钱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暗地里交易，你可以通过购置一些房产或者什么其他类型的资产来表达对于这个参选人士的支持。所以无论如何这种支持是无法被限制的。你即使设一个法律的话，这个法律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很多控制，你不可能去完全的不允许和禁止这个设置经费。所以说你给一个上限，你也无法把控这个度。最后我认为，并且我认为那么富人赚到钱，他们的钱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所以说他们应该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啊。本身富人也自己也是带有影响的，比如说富人的很多私人的行为会在媒体上报道，所以无论他是否进行捐款，他表达对于选这个参选人士的支持本身其实就是在一种宣传。好，我的辩论结束。好的，感谢。接下来是质询环节，有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一辩，您将有三分钟的质询时间，有请。好的，谢谢主席。那我想请问你们对方，你们是认为自媒体的宣传和投放广告的宣传难道是矛盾的吗？是两个东西是互斥，不可以同时进行的吗？可以同时进行，我不是这么说的吗？那可以同时一下，你刚刚是怎么说的吗？我的意思是现在因为是新时代，所以说自媒体的宣传其实在近几年的发展是和这个可能说主流媒体或者官方媒体的影响是几乎一样或者甚至超越的。所以说自媒体宣传和官方的宣传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而自媒体并不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资本可操控的，而且因为是个人行为，所以很多时候自媒体是不接受资本的。那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并不是说谁的钱多，我们讨论的不是说谁钱多谁就赢，我们讨论的是这个钱对这个政治的影响。我们他现在这个他们大量的钱去通过这个现在间接资金这种方式的输入，就可以导致他们用钱去影响政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禁止暗地交易，禁止这种不合法的行为。我们不是在讨论谁的钱多谁就能赢，像林芳刚所提出的各个论点都在说并不是说钱多就能赢，但是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这个，我们要监管防治的是暗地交易。那好，我问林芳是否认为用钱影响政治然后为自己换取利益这个是一个问题呢？这肯定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说的是给限制防止的话，为防止违反法律的话，是我们提的是否应设置经费上限。我的意思是你既然你这么说，你也承认即使设置上限他们也会有用各种方式去绕过这个找漏洞，去绕过这条法律，所以说我不理解你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打断一下你，既然您方也认同金钱影响政治是一个问题所在，那你们认不认为就是因为现在这种间接无限制的方式捐款导致大量的金钱流入政治，就可以大大加剧用钱影响政治呢？我们不认为会用钱影响政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之前我也提出了好几点，比如说自媒体和媒体的影响等，还有这个对富人给捐钱对形象的这个影响，我们反而便也说过。那好，我再请问你，穷人既然生活在美国，他是不是美国的一份子？穷人生活在美国当然是美国的一份子，所以说他们被允许投票就是他们美国一份子最好的证明。那凭什么他发生的权利就要因为富人的钱多而被掩盖呢？那平等是不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平等确实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平等并不是说去进行一切的无条件平等，
穷人的话举个比如说穷人他们得到钱的多少呢，都是取决于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这个对生活的努力程度。这有不平等肯定是会发生的，你不可能去制止所有不平等，无论如何是存在于。感谢，时间到。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质询环节，质询手是可以打断被质询方的。然后接下来是正方二辩申论环节，您将有四分钟的申论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好，谢谢主席。我要求四分钟的准备时间。目前我们初赛暂时是不设准备时间的。对。OK， 那也行吧。对。因为我们初赛没有证据赛前的交换环节，所以我们就暂时先不设准备时间。然后现在是正方二辩的申论环节，您将有四分钟的申论时间，有请。OK， 好，谢谢主席。首先呢，我方要提到一点，就是这个苏俄派的制度是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的。它的问题有二，首先第一，它的资金是不对民众公开透明的，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美国的民众呢，我是根本不能通过任何官方渠道来知道你这个苏俄派的资金是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用给谁。同时呢，苏俄派的资金不存在一个捐款上限，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位美国的富人，我可以不断的给 SuperPAC 捐钱，然后呢 SuperPAC 的支出都是独立支出，再将这些支出呢捐给我想要帮助的候选人，去为他的政策做宣传。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SuperPAC 其实变相来讲呢，它就是比较像一个地下钱庄一样的角色，不过它是合法的。这就是非常恐怖的一点，富人可以通过这个 SuperPAC 将自己挣到的大量金钱投入 SuperPAC， 然后呢再把这个金钱呢给候选人去进行他的一个宣传。那么候选人他自然是知道这些金钱是从何而来的，他知道自己的金主是谁，那么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去倾向他的这个金主。那么这就是财团影响政治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好，那么 这就会导致财团影响政治。比如说这个科氏工业，科氏工业呢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私营企业，年营业额均超过了1000亿美元，是全世界少有的非公营非上市还能达到1000亿美元的营业额的超级大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呢，科氏工业的老板投了8亿多美金支持共和派参加这个总统大选选举，也就是说他给特朗普捐钱了，通过特朗普这样的方式。然后之后特朗普就退出了巴黎协定，这是一个旨在缓和全球变暖、关注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那科氏工业是干什么的呢？它主要就是经营石油产业的呀，这是一个高排放的产业。特朗普退出这个巴黎协定，让他们显著的降低了经营成本，然后也在政策方面少受了很多限制。这难道不就是一个财团影响政治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牛奶企业在尼克松竞选期间呢，虽然不是通过 SuperPAC 的方式，但是他依然也是给尼克松捐了非常非常大金额的一个钱。那么尼克松在上台之后呢，马上就调高牛奶的这个价格，让他们获得了及时利益。这些都是财团影响政治的一个问题。那么又说回来，我们的这个主要论点就是说，如果你不设置上限，就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发生。这简单来说就是权钱交易，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金钱政治。我们就是那些富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金钱去给到这个竞选人手上，或者竞选人的相关党派手上，再经由这个党派给到这个候选人。那他们候选人收到这个钱之后呢，自然就会想办法为他们的金主谋取利益。然后我们设置上限的目的，还有我们在那个政策里面也提到要做到公开透明，就是为了禁止这种匿名的暗地交易，披露来源和支出信息，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财团影响政治，让民众能知道到底谁给这个总统候选投了大量的金钱，那从而去合理的判断这个总统这个候选人他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个钱权交易。也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观点。
感谢。接下来是质询环节，有请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二辩，您将有三分钟的质询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谢谢主席，我首先想问一下，正方二辩的话，您是说那个财团会通过 Super Pack 去影响总统的一些决定，但是事实上总统在竞选在选举的时候已经将把自己的观点也说清楚了，比如说您用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当时呢因为Koch Brothers 给他们捐了钱，所以他们后来呢在巴黎协议就退掉了，但事实上 Trump 已经当时在他的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说明白了自己的观点，自己要退出巴黎协议等等等，因为他自己本来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他其实这个观点是民众大家都皆知的，所以就算是财团给他们这个钱也不代表这个会影响他们自己的观点以及不会影响就是他们对民众的看法，那请问就是您是怎么证明这个财团是一定是能就是这个改变总统对他自己的看法以及可以改变这选举的结果的呢？嗯，好的，谢谢你提问。首先就是现在美国的政治就是陷入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财团就是不断的给钱给到这个候选人，然后呢候选人知道他金主是谁之后，那他自然是要为他的金主谋福利的嘛，就等同于你如果大量民众支持你，你自然会为民众谋福利，也是一个道理。那请问这个对竞选来讲有什么，选举来讲有什么不好吗？对民众来讲有什么不好吗？既然民众都知道这件事情，那这对他们的自由有任何的违背吗？就是首先您提到了自由这一点，那民众的自由呢就会因为富人不断的捐款而受到一个影响，因为富人的钱他们捐款的那个金额数量是非常大的，他捐款的金额数量大也就意味着他的声音更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目前的 Superpack 他并没有披露这个资金来源啊，他都是不会向民众透露的，只有那个只有候选人以及相关党派会知道那个 Superpack 的资金来源是在哪里。但是好，那就换一点好了，那也不是所有的捐赠就是也不是所有财团捐赠给总统就能选上，所以您是怎么证明这两个就是完全就是因为他捐了更多人捐更多钱，所以他们的观点就会被灌输，所以他们这个总统就更有可能被选上呢？如果因为比如说举例子，我前面队友已经提到了Bloomberg， 他当时呢他的团队以及他的财团给他打了$10亿，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赢得民主党的选举，所以就是等于其实金钱是不会真的影响的。时间到，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申论环节，有请反方二辩申论，您将有四分钟的申论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好的，所以话我就接着刚刚刚刚他们所谈论的那个观点继续说下去，就是说财团和民众，我发现正方他们总是把民众和财团放到对立面，就像我们刚刚反方三面所说的一样，其实的话民众和财团也可以在同一面，因为特朗普肯定在选举演讲的时候他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立场，比如说他反对一些左派可能会崇尚一些观点，比如说保护环境。所以的话因为这些观点的话民众可能也支持他，因为可能川普的支持者同样也相信，就是比如说把那个企业都给移回到美国国内，还有的话增加国内的GDP， 然后可能增加就业机会，后面去提升平均工资什么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可能财团和民众的利益可能在同一面，所以的话我觉得正方不必要去把民众和财团放到对立面，他们可能也可以在同一面。而且的话继续说特朗普上台的话就是正方观点的话是特朗普上台的话他是会被一些比如说石油财团给操控的，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特朗普在他任期间他被弹劾了一共有两次，但是在他被弹劾的时间这些石油财团在做什么呢？如果的话石油财团
对政治的影响力真的有这么大的话，为什么他不可以用他的金钱，去改变美国政府，去让那些议员去不去弹劾他，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再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点，就是，给钱多其实不能代表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跳到另外一个点，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我感觉我们这场辩论，我们主要的点就在财团和民众之间，我们正方一直所在说，财团利用他的金钱，就是获得了比民众更大的权利，更大的选举的权利。但是的话，我对这个不是很赞同，因为根据 Bill of Rights 的第一条 Commandment，我们说了，其实每一个美国的民众他都有一个选举权，有一个 freedom of speech，所以的话，财团他们和穷人一样也是人，他们其实也有自己发声的权利，而他们的钱也是不是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来赚来的。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努力赚来的钱去影响他们喜欢的政治政策呢？所以的话，我觉得不光得保障穷人的一些权利，你保障富人的权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说富人就一定是压榨穷人的，我觉得在之后的辩论，我们不能一直把民众和财团放在对立面，而我们要从一个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OK，我的申论结束。感谢，接下来是质询环节，有请正方一辩质询反方二辩，您将有3分钟的质询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好，我想请问你方是否认为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认为如果你设置限额，就是会让富人捐的钱还是会更多，导致金钱政治平衡出现。对不起，我没有听到你后半句说的是什么，导致什么东西？好，我再说一遍，请问你是否认为，就是民众和商人是否是站在对立面，不是站在对立面，你方是否能这样认为？我觉得话，有些民众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和商人站在对立面，但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和商人站在同一面，比如说。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民众吧，他们就不太喜欢保护环境，比如说美国南方的一些右派群众，但是比如说美国北方或者可能加州一些左派群众，他们认为保护环境比什么创造就好，业再机见。会好，更请加说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民众会和财团站在对立面，这就是我的点。那好，其实对于你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时候，富人都会对民众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迫，还有那个政治上影响这个事情嘛。就比如说收税案，2017年更重要的是，富人政府会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其实这个是，然后上升了那个对立面。其次，我想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你，难道设立上限后，民众就不能发声吗？难道富人就不能发声吗？但是你设立上限以后就等于你限制了他们一部分发声的权利啊，因为他们本身可能他们可以用100万美元的影响力去来发表他们的一个政治言论，我但想是说，假设如果你限制他们言论，可能他们只能用人的。20万美元去。我们已没经事，你设继定续好说。了，每个人的所有资产加在一起都是19,000美元。既然每个人的声音发声权利都一样了，那为什么富人权利会更大，或者小民的权利会更小吗？我们没有削弱，我们他每们个有人都一财样，富啊，都有。财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出来的，凭什么他们就是没有权利去拥有更大的我们政治需发要声权？平等啊，因为我们需要平等的方式去让每一个人有共同的权利啊，因为每个人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是富人，是有穷有富的嘛，对不对？所以历史改对革啊。都是对重，都是对公司企业的政治资金进行限制嘛。所以说我们一说没有说是限制普通公民的政治表达自由，是规避大财团和组但织他们对的政治权的。利还是一样啊，因为无论你有钱或者没有钱，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信息传播的方法上面。富人的话，他们可能可以花钱去让他们
信息传播更广，但是穷人也可以啊，你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发条言论，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你发的言论啊。那请问你的时间到，感谢。需要提醒的是，在质询环节中，就是质询的一方有权打断被质询一方，然后被质询一方是不可以在质询方提问的时候中间打断的，然后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接下来是申论环节，有请正方三论，这正方三辩做申论，您将有4分钟的申论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好的，谢谢主席。那首先我先来回应一下，就您方刚刚一直在讨论的一点是谁得到的钱多，谁就可以赢。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并不是这个，我们要讨论的是他钱多影响了政治，导致金钱操控政治，加剧了金钱政治这个现象，而不是说讨论谁钱多可以当选总统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有点在偏离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说的是金钱政治的现象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谁钱多就谁可以赢。我们要讨论的是财团出钱，他就可以支持他的候选人竞选，而候选人就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他就要讨好这些金主，讨好财团，所以他在制定政策上就会倾斜。然后我再回应一点，就是您方刚刚有提到说，财团和民众其实可以站在同一面，就可以在同一面，但是其实我方认为并不是这样的。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制度会导致他制定金钱影响立法和政府的决策，富人通过竞选和捐款利益回报承诺俘获政客，使政客代表他们的利益立法。通过金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必定会在制定政策时向有钱人倾斜，或明里暗里的向资本输送利益。但大家都知道，2017年上任的共和党政府是富人政府。美国国会2017年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虽然有减税之名，但并非普通的减税，只是给富人和大企业减税，穷人反而要加税。根据这个法案，一方面，富人家庭缴纳的税率大幅的降低，从39.6% 降至 35%， 足足降了 4.6%。 另一方面，最贫穷家庭所缴纳的税率却从 10% 增加到 12%。 这个法案使最贫穷的家庭遭受金钱的损失，但是 富人家庭却可以因此得到利益减少加税，并且他还减了大企业的税，使私人小企业的税是增加的。难道你是认为这个政策它是财团和民众是站在同一面的吗？很明显不是啊，这个政策很明显是倾向了给富人家庭有利益，而反而更削弱了贫穷家庭的利益，这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大大的加剧了不平等啊！这就是因为大量的金钱流入了政治，导致了这个政策的决定。这个政策很明显，财团和民众并不是在同一面的，而是完全是对立面，是大大的加剧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而我方也多次提到，其实平等也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这个上限来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平等这一核心价值观。然后政治哲学家约翰，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义门，他说过，最高法院以言论的自由为依据取消对竞选开支的限制，乃是错误的理解了言论自由的性质。言论自由并不是要比拼对言论渠道的购买力，而是要让民主社会的公民在表达观点和传播信息上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否则在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上，普通公众形式上的言论自由又有多少实质的意义呢？就大家都是一人一票，那凭什么富人的钱多，他的发声权力就更大？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平等的现象吗？乙方也有提到说，设置上限会限制富人发声的权利，但是我们设置这个上限，富人仍然可以在限额内为自己发声啊，这并没有削弱富人的发声权利啊，这反而设置这个上限可以更加的平等，在富人有权利发声的同时，穷人也有权利发声，从而促进平等，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决策吗？谢谢。感谢，接下来是质询环节，有请反方一辩质询正方三辩，您将有3分钟的质询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首先你说只要设定一个选举上限就能够
就能够维护美国的平等，我你这是犯了一个 logical fallacy， 叫做 slippery slope。其次的话，我没开麦吗？其次你说富人在限制内为自己发声，那么我告诉你，无论你怎么限制，富人都会为自己发声。比如说吧，富人他们随便干件事情，比如说出轨啊，媒体上全都报道了。本身富人的话自己就有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你怎么限制他都有自己自身影响力。穷人的话本身就没有影响力，这个你怎么说？抱歉，你是认为富人是可以再重复一遍吗？我说，我说富人本来就有影响力，他们做了很多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关注下，所以说富人本来就有影响力，穷人本来就没有影响力，这个你怎么说？抱歉，我不是很能懂。并且其实现在我们是在进行中文的辩论，你是不可以随意用英文词组的。我也不知道。那我不说这个了吧？那我就说富人可以买通媒体或者水军，对吧？无论如何，富人都会找到方法，因为他们有钱啊。他们只要有钱的话，他们无论如何都能钻空子。你怎么办？你这个设置不了上限，除非你说只要你为这个候选人发声就枪毙，否则你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透过这个 Super PAC 这种无限制的间接方式去买更多的发声，去为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做宣传。他们就是在透过这个方式，他们没有上限，所以他们可以疯狂的透过这个方式去进行捐款，然后帮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你怎么设定上限？难道富人的话，你设定上限的意思就是说富人有一句话都不能说，啥都不能干，就得闭上嘴巴，不能说自己的任何政治观点，这是你设置上限的意思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既然不是的话，那你为什么认为设置上限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就特别大的影响呢？对于政治？抱歉，我们并没有说过说他设置上限之后富人百分百不能发声，他在限额内仍然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我们并没有限制到富人发声的权利。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富人呢既然还能发，富人还能发声是一样的，因为富人本身就有影响力。我一直在说，你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富人他本身就有影响力，这个你怎么办？你怎么对吧？这个问题你怎么说？所以我们要设置这个上限，以在能让富人有影响力的同时，同时促进穷人发声的权利，促进平等呢？我们设置上限就是为了这个呀。我们就是你依然没有解决你穷人有影响力，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又犯一个逻辑错误，就是说你其实相当于在说同样的话，你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话其实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就是在限制富人的影响力啊。好，时间到，稍等，接下来是反方三辩的申论环节，您将有四分钟的申论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反方三辩，有请。好的，谢谢主席。既然正方提到了对自由民主的保护，那我们就来讨论讨论美国选举为什么设置金钱上限会给美国选举造成一个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呢？其实当年有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反抗，就是很多人觉得这可能会阻止自由，但是事实上不管是1974年的法庭案，还是2010年的 McCorty 对战那个委员会，或者是刚刚我所说的1974年的巴克利诉法雷奥，他们都是有些人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对自由的不公平，然后呢想办法有这个法案。但事实上这些法案呢全部都以大多数的票数而就是败诉了，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民众还是相信这个法律，就是如果说你要给选举弄个上限的话，这个是会违背美国最基本的自由论的。美国自由啊和以及政治的法律根源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鉴定关于下列事情的法律，确认国教或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者出版自由，或者是剥夺人民和平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事实上呢选举权也包括在这其中，所以说呢作为美国一个保护民主以及自由的国家，如果说它违背了是最基本的一条修正案，他的第一修正案，宪会里第一修正案的话，这才是对自由以及民主的最大不尊重。
因为说选举，您刚刚说过选举的确是要自由平等，就是说为什么如果没有上限，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国家凭什么去限制他们这些不管是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选举的时候有个上限呢？这其实是对美国最基本的尊重和最基本的民主的一个违背。再加上我们刚刚正方其实也说了，给钱金钱可能，你们说的是金钱可能会影响政治结果，但事实上金钱不一定会影响政治结果，因为它历史上太多案例，给了钱也不一定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希拉里的最终的选举他花了 1.3 亿，特朗普花了$9,400万，但是特朗普赢了。当时彭博大学花了$10亿，但还是输给了拜登，因为就算他们有财团的支持，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就算有钱在后面去想办法去弄，他也不会改变政治以及民众最终的选择，因为民众就是看他们的观点的，观点是总统本人的，如果财团有给他们强制性的观点，他们也是会说在里面的。所以呢，其实呢，不给设上限才是对民主以及对民众的建议观点的一个最大尊重。还有别的例子，历史上阿尔格尔2000年的选举总统和小布什，他们呢也是小布什花钱更少，但还是小布什赢了。所以说这个历史根本就证明了花钱根本不会对这个政治或者是辩论有任何巨大的影响。我演讲就是这样，谢谢。感谢感谢。接下来是质询环节，有请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三辩，您将有3分钟的质询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好，谢谢主席。首先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一个问题，就是您是认为只要砸的钱多就一定能赢是吗？我们恰恰好说就是砸钱不一定会赢，因为金钱根本不会影响政治。不好意思打断一下，那显然是您刚刚没有听到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说他砸的钱多就一定会赢，我们是说你给的钱多他的宣传力度就大，然后可能会对政策造成影响，我们不是在说钱多会不会赢的问题。好，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同意富人因为干扰选举而造成官商勾结政策偏移的历史事实呢？是或否？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您刚刚说了什么，可能网络您是否您是否同意富人因干扰选举而造成官商勾结政策偏移的历史事实？我没有否认啊，这的确发生过，但是这个跟打断一下。好，那既然你没有否认，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尽早解决这个问题，去限制金钱政治，避免造成更多的恶果呢？就是您怎么确定他你造成这个限制，如果您限制他是会刚好导致你们想要的结果呢？它不会导致别的结果呢？不是，那你也没有正面回应我的问题啊。那现在就是很多富人通过这个 Super PAC， 造成了这个黑钱的现象。他们因为 Super PAC 精神不追溯来源，而且不限制上限，他们可以通过 Super PAC 无限的给这个候选人提供资金资助啊。那么这不就造成了你的一个政策偏移吗？但是如果这个政策偏移民众并不反对的话，那么他对民众的建议是完全没有任何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呀。而且黑钱是反腐等需要解决的问题，跟我们这选举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那你方刚刚一直都在说你要给这个买水军啊做宣传啊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说派的手段之一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是对于这些行为做出限制吗？你方自己刚刚都说要对这些行为做出一些限制了。但是这个限制跟您在这个选举上花的一些钱的一个这个 limit 就是这个顶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呀。所以您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去解决，而不是通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你去给他加个 cap， 你只就是加个顶，你只会解决导致就是民主的妨碍。我们刚刚也是提您也是不断提到说上限会导致不平等不自由，我不明白他哪里有不平等了。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没有绝对的平等的，我们都是在追求相对的平等，然后让富人的发生您继续发生大小相若，难道不是追求平等吗？感谢。
接下来是结辩环节，有请反方二辩做结辩，您将有四分钟的结辩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OK， 所以我来解释一下，在这场辩论我们队为什么赢了。我们这场辩论还是主要围绕于一个点，就是穷人和富人他们中间的一个平等。而正方说的话，就是富人给更多的钱，他们造成影响力更大，所以的话，在这一点上面，他们比那个他们相对于穷人，他们有一个优势。而我们的点就是说，这也是富人的自由，而且全都是一人一票，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一个不平等吗？所以就跟我们说的一样，在第一点，富人和穷人不一定是在一个对立面里面，所以话就在他们刚刚所说的，比如说暗地交易，就是一些财团给特朗普钱或者给其他总统钱，可以去影响他的一些 policy， 或者是帮助他选举什么的。但是的话，在这些点上面，其实比如说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石油财团和特朗普选举的一个关系，就是石油财团让特朗普去退出那个巴黎什么气候协议。其实这一些点，特朗普在他的选举里面已经说了，而有很大部分的穷人或者中产阶级也同意特朗普这个点，而这才是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赢的关键，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利益一致，而不是单是富人的什么 policy 去影响富人的钱去影响了特朗普的 policy， 然后这些他们的钱去帮助特朗普赢了，而是特朗普和那些富人本身他们的一个政策在那个穷人里的一个受欢迎程度就是很高，而这才是导致特朗普取胜的关键。而在刚刚他们三辩的质问当中，他们提到了用正方提出一个方案去解决黑钱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辩论讨论的是那些参选人在他们的竞选中使用的钱，而那些来自那些 corporation 他们正规的一些捐款，而不是那种在私底下交易的黑钱。所以他们如何解决黑钱应该是在反腐或者是在其他措施中应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在我们这个话题里面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聊的是正当的政治上的捐款，而不是私下交易的黑钱。所以我们在聊的关键还是就是富人有没有这个权利去交更多的钱。而我们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聊到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平等权利，而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也说了，就是所有的人无论他们是贫是富，他们是什么就什么种族，他们永远全都是一人一票。所以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做到一人一票，无论你有多富，无论你是什么扎克伯格，或者你是一个很底层的穷人，你都只有这一票的权利。而他们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富人可以用钱去扩大他们的宣传力，而这点其实穷人他们也可以做到。而且富人本身所带有的宣传力是你在他们就是 donation 上面去设置一个限额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我们这方一辩所说的一样。而你们在他的那个限额上而你们在他的捐款上面限制一个限额，只是限制了他被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一个天生的权利而已，所以去设置一个限制是反对宪法的。感谢您的时间到。 okay, 接下来有请正方二辩做结辩，您将有四分钟的结辩时间，开口即计时，有请。好的，谢谢主席。那我方认为今天在这场辩论我方是绝对赢的，因为对方其实太多的漏洞了。首先从第一点，对方一直在讨论的是谁钱，不是谁钱多谁就可以赢，但是我方今天根本就没有提到过钱多就可以赢总统这个论点。我方一直提到的是钱多会导致政策的制定是更偏向于富人，导致于对穷人的不平等，导致金钱
金钱政治这个影响，我方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对方所说的钱多就可以赢总统这个论点，所以对方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我们这一边的论点到底是什么。第二，其实大多数的美国民众都反对把选举为少数富裕公民用支票主宰的政治游戏。美国主流的媒体2012年3月进行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9%的民意乐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被宣布为违法，69%的民众都是这么认为的。而在另一项专题研究报告指出，69%的美国人认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助长了政治的腐败，7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对这类机构有所限制，65%的美国人感到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选民，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所以说其实美国大多数的民众都是不认可现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这个制度，因此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制度设置一个上限，从而对改变现在这个一个状况。其实大多数民众都是对此不满的，因此我们需要去改变这个现状。第三，您方多次提到说我们设置上限就会削弱富人发声的声音，限制富人来发声，但是我们限制这个限额，难道富人不能在限额内发声吗？富人仍然可以在限额内为自己发声啊。反而我们设置这个上限，我们不仅富人可以发声，穷人也可以发声。那这样子一方面促进了平等，削弱了富人极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发声，这根本就没有像对方所说的这样子会削弱富人的发声能力。第四，对方刚刚也有提到过他们可以富人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买水军去影响这个选举，但其实买水军这个就是他去花钱做更多宣传，什么买水军这种现象，这就是透过 Super PACs 这一个现在这种间接的资金这种组织的方式去进行的呀。就是因为这个 Super PACs 的制度存在，导致他们可以透过买水军去影响这个选举，所以 Super PACs 这个手段这个制度本来就是存在问题的，因此我们需要设置上限去改变现状。这个对方刚刚也提到过买水军这个问题，可见对方也是认可这一个论点的。然后第五，对方刚刚有多次的讲英文，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进行一场中文辩论，他是不能够讲太多的英文词组的。第七，黑钱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透过监管来进行，我们可以透过监管来解决的，所以我方提出的政策里面也有提到说设置上限的同时也加强监管公开资金的来源，所以我方的政策是完全可行的。第八，对方根本就不清楚现在的选举现况，现在选举现况其实间接资金根本无需披露的，就根本无需披露的，所以我方提出要加强监管同时设置上限，就可以避免加剧金钱政治，缓解金钱政治，解决金钱政治这个问题。对方根本就不清楚一个选举的现况及它的问题所在，所以综上所述，对方今天是根本太多的漏洞，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比赛，反而我们应该去设置这个上限，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平等。谢谢。好的，感谢感谢各位辩手的精彩表现。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到此结束，将进入评委评分和计票环节，请评委填写评分表，感谢。然后也请各位辩手稍作等待。
现在宣读计票结果。个人分数评定，正方共计102分，反方共计97分。结辩分数，正方8分，反方7分。架构分数，评委将票投给了反方，共计2分。因此，比赛总分为正方110分，比反方106分。本场比赛胜方为正方香港培侨中学，让我们恭喜他们。接下来有请郑学长对本次比赛进行点评和述票，有请。好，感谢各位，麦克风测试大家听得清楚吗？嗯，可以的。好，好的。那我接下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对这场比赛的梳理，还有以及我对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这场比赛在我梳理下来，我必须要整体上面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我来讲的胜负是不好判断的。大家从前面的阶段性的分数，还有最终的架构分的差异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场比赛在立论、在框架，然后以及在实际攻防层面，然后大家都是我认为实际上差距没有拉得那么大，还是在一个比较纠缠的状态。那之所以会呈现这么一个状态呢，我认为实际上就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必须要这个表扬一下大家对于这场比赛都做了一定的功课，所以说呢某种程度上面这个比较丰富的信息这个信息量和比较有限的时间之间，然后呢肯定会导致大家在表达跟这个输出上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但是仍然我觉得在这场比赛的有限时间当中，还是把自己可能原本准备的一些观点已经尽可能大的呈现出来了。那当然那反正我也闲话少叙，我进入到这场比赛我这个正式的一个梳理。这场比赛那既然是以奥瑞冈赛制来打的话，那我同样以奥瑞冈赛制的方式来去进行梳理。首先啊，这个在叙述性的层面，就是那我们今天谈如果要设置一个这个上限，那它所对应的需求性是什么。在这个部分，我在正方一开始的立论的时候，我提炼的核心词汇，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公平。他们认为可能如果说我们不设置这么一个选举上限的话，会导致富人选举控制，选举被权贵所控制，从而导致权贵和平民之间对于选举的影响力跟控制力不公平，而这个不公平可能进一步会导致社会的撕裂。这个是正方所说出来的。那基于可能现状之下，这个间接资金没有被有效的监管，那从而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正方所形塑出来的一个需求。那反方对此的反击是什么呢？反方对此的反击我认为实际上分了两个层面，从整场比赛下来看分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反方认为说这个公平性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你从表决权的角度上面来看是不存在的，因为无论你政治现金在前期用于多少政治宣传，你做了多少政治演讲，你或者说你投放了多少政治广告，最终还是要落回一人一票的选举，而这个一人一票的选举上面，那大家的投票权都是一样的，那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那在这个层面上，富人跟穷人反正你都是一票嘛，那因此实际上它是公平的。这是反方所提出来的第一重挑战，就是从表决权的角度上面来说它是公平的。反方提出来的第二重挑战呢，他所说的是那实际上这个后续会衍生到更多的，那就是富人本来就有权利做更多这个关于政治方面的表达的问题。当然这个表达在一开始显得没有那么鲜明，可能在后续的表达过程当中慢慢呈现出来。那这个也跟有关损益比的过程当中，那自由跟公平的价值哪个更高，那这个我放到后面再去详细阐述。那如果基于目前这么一个在需求性的层面，就是那我们这个政策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正方提出来我们要解决一个公平的问题，反方说这没有不公平，这个在选举权上面是这个公平的。那反方这个挑战成不成立呢？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面是成立的，它实际上导向就是最终那做出投票的仍然是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然后通过这个州的这个选民，然后以及到这个选举人团，最终来呈现出一个选举的结果，这是反方的意思。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没有完全这个反驳到正方
所要表达那个意思。正方所要表达那个意思，他所说的公平，并不是完全指向在这个表决权的那个层面的公平。正方所指的公平是说，我从一个总体的现实的视角上面来看，这个影响力是不公平的，富人的影响力跟穷人的影响力是不公平的。那在这一点上面，后期也就延伸到了一个所谓有关于金钱政治是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在这个质询二的环节被提出来。那反方也说，那可能确实金钱政治是一个问题。好，那既然金钱政治是一个问题，那就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在金钱的发生管道上面不可以完全的看谁的钱包比较鼓，就由谁来控制言论发生的管道，就由谁来控制说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个舆论意见的走向应该怎么走。那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会认为整体上面来讲，正方还是残留着一些，这个在影响力层面的不公平的论证。反方有反对，在表决权的层面反对了，但是在表决权的层面反对，不能完全的否定掉正方所说的这个在公众舆论影响力上的不公平。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说，我会认为正方在需求性的层面仍然是有一些部分的残存。那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部分的层面，第二个部分的层面就到了所谓根属性的层面，那就是那我们这个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面，那能够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或者它跟我们这个问题之间是什么内在的逻辑关联呢？那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为正方进行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充分的举证。我有聆听到的部分，第一个是前面有提到说，那这个可能在这个 Super PAC 的这个政治现金当中，可能有一半来自于这个一些富豪家庭，那以及也有提到说，这个有132位的这个大额的捐款者，那他们对整体的这个政治，这个表决投票的这个影响力最终大过了50%。当然，这一组数据更多是在申论一的环节有提到。那后续当反方在质疑这个根属性的时候，正方好像也鲜有再把这个数据重新搬出来。那我内心会在这个部分给正方去进行一些扣分了，就是那如果你们手上掌握的比较好的，特别是在统计层面的一个证据的话，那为什么不在后面的攻防的环节当中呈现出来呢？以及正方也有在进一步提到，比如说关于科氏工业还有这个尼克松跟奶企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这个例证，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就是说那可见，这个政治现金这种这个政治捐款，对于最终政策的影响以及选举的结果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这一点是正方的举证。我认为从个例跟总体的统计层面来说，这个举证是有一定优势的。那反方在这个层面有没有举证？也有举证。他所举的，我在这场比赛中听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特朗普跟希拉里的竞选，还有民主党内部的竞选，那都是两个案例，说明了那并不一定是，捐款多的获得政治资金多的那一方一定能够获胜。那虽然这个部分我也有听到啊，这个可能反方的一个这个表达上的一个失误，前期还这个突然一下子提到了这个特朗普跟拜登的竞选，那就一度比较尴尬，毕竟的特对吧？毕竟拜登最后赢了对吧？那这获得政治现金赢的这个多的一方赢了，当然这个反方也意识到了，迅速收口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那至少举出来两个案例，我觉得后续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好。有些案例当中获得政治现金多的一方不一定会获胜。那反方的举证有没有效呢？我觉得是肯定也是有效的。但是呢，我必须要说，这种层面的举证会一般意义上被认定为是个案的削弱，就是他就如同你们所说的，是不是获得资金多的一方一定赢？那肯定不一定。但是不是概率会增加，或者大概率？如果我们以统计层面上面来说，通常是获得政治现金多的一方容易获胜的话，那这个似乎又回归到正方前面的那个优势举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影响力的层面。在这个影响力的层面，那似乎确实政治现金能够起到它一定的作用。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比较好解释现状，就是那些有钱人他们也并不愚蠢。对吧？每年砸这么多真金白银在政治宣传上面，如果这是一件完全没有用的事情，我很难想象这个体系能维持运转这么多年。那基于整体，我会觉得，那如果要说限制或者说是这个政治资金本身和选举结果之间呈不呈现一个关联性的话，我觉得正方是有证明的。当然，这个关联性的强度被反方削弱了，那可能到最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不一定。
在有些情况之下会有个例，以及反方在后续有呈现出来进一步的观点，就是说，那可能，从民众的角度上面来说，今天由于自媒体的发展，由于大家在竞选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会接受到这个选举人的一些观点的表达，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挑选他的观点，而不是去只是看他的这个政治宣传的强度。这个部分反方后续观点有展开，但是我觉得这些层面都还是在一个相对而言削弱的层面，你没有完全斩断掉的这个政治宣传跟政治资金和这个选举结果之间的这个一个这个相关性跟关联性，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正方的层面上是有被证明到的。那反方不停的削弱，但这个削弱我觉得到没有办法到斩断的程度，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认为还是仍然正方有残存着一些这个关联的根属性。但是这个地方我也必须要说啊，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当中有呈现出来一个观点，就是反方提到说，那你看，选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即便前期真的有政治资金的影响，那这个政治资金可能会影响选举人他的选举观点，但是选举观点在竞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我们选民不是都应该会公开透明的知道他们的观点吗？然后我们最后做出我们自由的选择，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部分的问题由反方在比较后期的环节提出，我必须要，那这个我必须要说，所以可能在环节分的呈现上面会，有些这个被动，就是那因为这个能够得分的环节已经不多了，所以也体现在前期的这个环节分上，可能反方会有些落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正方没有予以充分的解释，确实也是正方失误的一点，就是有关于这个问题，正方究竟应该怎么解答？我自己提供一个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纳入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胜负判断当中，这是我自己个人内心的想法，就是有关于选举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看竞选观点，这实际上是蛮理想的一个状况。现实的状况是，你看我们看到，就各位应该之前也有关注一些美国大选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在美国大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自媒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些有关于总统竞选人观点的辩论吗？其实不是吧。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像之前所传的一些通俄门、邮件门，对吧？更多的是在炒作对方选举人的丑闻，试图泼脏水，让这个选举人污点化，而不是说他的观点是错的，而是说这个选举人本身是一个烂人，所以你不要投他。而这个部分实际上政治宣传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我可能没有办法从观点上面去打倒他，但是我能够让大多数，特别是中间选民，讨厌他、厌恶他，这个就是之所以政治现金是有用的，这个是一个我内心当中的一个感受的一个实际状况。但这场比赛当中，这个反驳观点没有由正方进一步提出，所以我也不把它作为正方得分的一个点，但仅在这个部分分享出来，然后供各位参考。那接下来再谈到第三个部分，有关于解决力的部分。解决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跟前面两个战场的这个方向是类似的，就是正方提出来，那这个一个相应的对政策框架，他们认为，比如说这个设置一定的上限，这个上限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然后以及这个资金的公式来监管这个来源，这个部分正方做了一个初步的雏形的勾勒，然后反方也提出来说，那是不是有钻漏洞的空间？那但是，指向这个部分，我觉得反方整体的反驳逻辑都还是一脉相承的去削弱它。但我也必须要说，所有的削弱，如果仅仅是削弱的话，那除非你能够证明，就是你的态度能够极端到反政府的角度，就是任何政策只要有可能被钻漏洞，都不应该被实施，除非你能够极端到这个程度，否则它可能也就只有削弱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部分解决力的部分，我也会认为那，反方有削弱，但正方仍然有残存。那所以正方整体的利益从虚跟解的角度上面来说是有站住正方的基本观点的，就是首先我再做一遍梳理，这个不公平，我们今天提出这个政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一个富人跟穷人、权贵跟平民之间有关于选举影响力不公平的这个问题，它所背后可能隐含的是一个社会撕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它的解决和这个政治现金或者政治捐献，它的上限是有密切相关的影响的，因为这个捐献的限额是能够影响到选举结果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必然，但是它大概率上面有超过50%的影响力。
而在现实当中，我们如果要监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上限，然后以及资金监管的问题来去进行一定的限制。这是正方利润得点得到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也必须要给反方一个小小的建议。有关于监管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个辩题，我们更多谈的只是设置上限的问题。如果正方所有的优势都是来源于其他部分的资金监管的话，我觉得反方有义务，一定程度上有义务去提出来说，正方所说的这个政策的好处，究竟是来源于公示它的资金来源，使得它这个资金变更加透明化的好处，还是设置资金上限的好处？如果你看，你方所有的好处都是要来源于说，这个监管资金来源、公示资金的这个走向的话，那实际上你看这个好处是来源于公示的，我们可不可以只公示不设置上限？这也是反方可以提出来的一个疑问。以及如果正方要进一步补强的话，正方能不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是有给选举资金设置上限的？如果有的话，那些国家实际运行的怎么样？有设置跟没有设置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关于这种政治影响力的这种统计跟数据？这我觉得可能是有关于前面这个部分交锋的战场，大家后续可以往后延伸的一些方向。那最后到了这个损益比的部分，那反方这场比赛，我们刚才前面这个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反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自由的问题。那自由的问题，反方在一开始申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是那提出来就是那这个宪法有关于自由表达的权利，必须要被保护。那这个问题在后续反方应呃正方应该是在这个第三轮申论的时候才比较充分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正方所提到的是引用了约翰罗尔斯的一段言论的一个判断，就是那实际上现有关于这个反对设置上限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错误的理解了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本身，它代表的不是购买力，而是表达公平的机会。你看这个地方，实际上又是重新把言论自由和表达公平、自由跟公平的内涵挂钩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地方正方是做了一次比较成功的阐释，就是反方反复在说表达自由这件事情，正方说不，表达自由实际上不是仅仅是关于购买力的，它更多的是关于表达公平的一个机会的一个限制。就之所以我们要保护言论自由，实际上我们本质上是要保护平民。而这个保护平民，可能在以往更多的是，政府跟平民之间的表达管道之间的这么一个保护。但今天的社会，可能我们更多的会看到是大企业、权贵跟普通公民之间权力的这么一个矛盾。但这个部分也不是由反方这么清晰跟充分，正方这么清晰跟充分的呈现出来的。但是我能理解到大概是这个意思，毕竟他引用到了这句话的原文，他的表达是非常清晰的。那这个部分就已经一定程度上撼动到了反方所说的那好，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真的是反方今天所诠释的这个意思吗？就是说，那谁钱包比较鼓，谁说话就可以比较大声，就应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那这个部分似乎正方的举证以及拆解对于这个价值的这个诠释，有撼动到反方的这个有关于言论自由的侵害这个弊害的一个证明程度。那反方后续也有提到啊，好像是一个最高法院的案例，然后这个最高法院的案例最终还是认为要保护言论自由，但是这个案例老实讲，我觉得反方的输出，你在这个结辩当中的输出是，也不是结论啊，应该是第三轮申论当中的输出是很有限的。第一个，我没有听清楚，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跟这个设置上限有关的一个案例，以及另外一个，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了。他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是认为违宪吗？还是说那这个因为其他的原因？又或者说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最高法院认为他违宪，为什么这个言论自由跟这个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案例输出呈现的效果很有限，以至于我觉得反方这个补救的作用跟功能在后期比较呈现，而且表达的也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在最终损益比的部分，我也会认为，如果今天真的要让我去恒定自由的价值跟公平的价值，至少在选举这个议题上的话，那似乎还是正方所说的一个公平的价值更倾向于要被维护。那所以基于以上的部分，我会这个在前面更多的阶段性的环节分上面给到正方一些优势。但之所以框架分给到了反方，实际上是来源于说，那反方特别是有关于自由部分的框架，我认为在背后是有进一步延展的空间的。
就是可能这场比赛当中，我会期待反方更多的去勇敢的呈现一些观点。毕竟，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某种程度上面，如果你们认为这个社会客观上有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而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如同你们所说的是，富人的钱本来也就是他们通过更加努力的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来实现的话，那有可能。金钱政治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抨击，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认知。他们的认知有可能就是这就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就是没错，就是谁钱包鼓，但不是谁钱包鼓了，就是谁为这个社会做出了更多贡献，拥有了更多的影响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能力跟决断力。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赋予他更多的影响力，这是并无不可的一件事情。这个就像。哪怕在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我们是通过议会、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决定一件事情的话，那肯定，也许有些人如果他在智力、他在经验上面有更多的决策权的话，我们也允许他更多的去表达他的观点，对吧？那但是那你也那你总不能说这是一个智力层面的一个这个权贵垄断，对吧？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对于反方这个架构以及他们后续的走向是有期待的。所以我适当给到了2分的一个框架分，那以上是我有关这场比赛的一个初步判断，然后并且以此最终投出了我的这个胜负票，然后供大家参考，以及这个有关于在比赛过程当中使用英文这件事情啊，我仅代表我自己个人提供一下我自己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看法。我觉得呢，这个用就是讲英文这件事情呢，肯定并无不可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面，特别是你不能假设评委在所有的这个单词上面，或者所有的评委在所有的单词上面，都像你们已经在这个议题上面有深入研究之后的那么清楚，那所以我会更期待说，那你们至少可以做到这个，在用英文表达的时候，如果确实是，中文难以很准确表达的一些概念，那比如说像 super pack，你这个不能直译嘛，对吧？那。比如说，他跟后续这个正方进一步提到的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一回事吗？那这个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跟后面提到的不是一回事的话，那是不是应该统一一下措辞？那以及比如说像更多简单一点的概念，是不是就没有必要用英文来做表达了？比如像 freedom of speech 或者说 bill of rights 之类的这种类型的，这个没有那么需要用英文表达的部分，我就建议。还是前后统一措辞，就要不然这个聆听的时候，确实反而会影响你们自己的输出效率。好，那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这个也，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跟我交流讨论。好，感谢。好的，感谢学长的精彩点评，相信各位辩手一定受益匪浅。最后将宣读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是正方三辩，祝贺。本场比赛到此将结束所有环节，感谢各位辩手的精彩表现和评委的倾情付出。那让我们期待明天的比赛。